直走创作才子路线的严爵，之前在歌迷激将法之下，承诺将在27日台北小巨蛋的钢铁情人演唱会上变身舞棍。没想到在讨论新歌 Pi MV 脚本时，他竟向公司自告奋勇提先行动动手脚。就算被人笑，至少我有没有才还没上榜就整个虚掉。我现在是要建筑自信心啊！大家在旁边一定要给我。就是一直鼓掌。哦，你跳得好好哦，这种之类的。我非常需要这种。虽然不太自信，不过这舞蹈处女秀还算有模有样。编舞老师也特意编出一套新爵士风格的复古 funk 舞步，而严爵更在日夜苦练的过程中，自己加入了大师 James Brown 的灵魂舞步，誓言交足功课，练到吐。怎样才叫熟？就熟到想吐，已经熟到想吐的状态，那就叫熟练。想吐了吗？现在吐，已经吐了。海迪演唱会之前还要吐很多遍。对。接下来还有好几首歌，他都要吐。自己辛苦作曲编曲之外，还折腾了半年的舞技，哪怕演唱会上发挥欠佳，这诚意也令粉丝感动死了。